毛飞了，我天！他们俩外面外面。这次我们代表快手 CSR 和佛山电台，在快手佛山创新发展中心开展第一次适老化家居改造项目调研工作。在这短短几天的时间里，我们遇到了许多不一样的事情，现在来看一看吧。然后他家里面住了30几年的老屋，那我们就帮他做了一个适老化改造，还有一个半全屋翻新吧。那些瓷砖的地面啊，厕所卫生间那些都帮他全新铺过。嗯，这一户就光是软装是吧？这个只是硬装，也是在同一个社区里面，明天也会去看的。是校就是这样的话，校校、哦、他们呢就是做软装，我们来做硬装。我们佛山老城区的小区就是这种的。哇，你最近拍哪里啊哥？没有，我拍你讲解啊。哦，拍我讲解是吧？对，就是大概40年的楼龄。这里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广东省佛山市的石湾镇街道，以前我们佛山的一个城区中心区域，以前的老城区。今天我们来的这个老人家呢，他是一个人独居的，他的女儿就有一级的残障，一个人居住。我们请走吧，可以了。晚上这里是没有路灯的嘛、然后这一个护栏呢，是我们上次来了之后帮他加上去的。哦，这样是吧？要不然的话，你看老人家如果晚上走这里，一踩下去一摔，还不得摔伤摔残了、啊，是吧？这个就把它装上去了哦。不要动！来，请跟中餐啦，请跟中餐啦。他们净是讲普通话，你识唔识听啊？唔听。这个墙里刷以前啊，就是全一片黄色的，然后一碰呢，那些灰就全部掉落。就是你在视频上看到，我就在这里，我就要刷墙，成本的原因，我们就只能够刷了，就没有说把它铲平，然后再铺一些干洗粉啊，有啥东西啊。只有一张这么宽的塑料烂的椅子，然后这些就是我们从旧货市场那里帮他淘回来的。这里是有一个储物盒再出来的，然后就很容易撞到一些东西，全部打掉，全部把它重新用过。房屋格局混乱，现困难，墙面多处发钉头。厕所，你看一下厕所，拿过的厕所。全部粉过的。糟糕的居住环境下，红木板依然很乐观。该我肯定会的。嗯。我感染你的呀。哦。好，我们买这个，我们过来打。哦。不干不干。那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出入平安。他说这个哥哥很好。这挺好，非常好。这位就是他的邻居，隔壁家的，因为他们装修的时候，他也过来看，哇，好舒服呀！3、2、1，耶！拜拜拜！拜拜！剃这个头发，这样子走出来和我们说话，吓得我们够呛的。然后他情绪非常的不稳定，经常呢就很容易狂怒啊。然后就在这里歇斯底里的叫啊，很痛。哦，就是状态不好。然后那些社区跟那些社工介入了之后呢，就带他出去接触外面的世界，然后还把他现在安放他干了一个活，在党群服务中心里面做接线生。阿斯多大呀？阿斯现在他是88年。凌乱，杂物乱堆放，全屋墙体多处发霉脱落，简易老旧洗手间。再进入卧室看看，还是一个样，脏乱杂，瞬间带你回到80年代居家状况。你能想到这间房子的主人是一位标准的80后女生吗？阿四今年33岁，母亲和父亲于2005及2013年均因病去世。爸爸呢就好似个围村窿嘅，佢一直都有围村窿嘅，好似系家族嘅。即係家族嘅，媽咪咧就糖尿病嘅，有心臟病嘅，先天心臟病嘅。由于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阿斯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情绪飘忽不定。后来检查认定3级智力残疾。阿斯每天大部分时间都会待在家中，戴着耳机听故事。
幸好有社区社工不断开解帮助，带他去党群服务中心当街现身受理求助案例，与外界接触，也经常上门与他谈心开导，帮助他逐渐走出心理阴影。你最想是哪一个地方整得漂亮一点呢？哪一个区域整得漂亮一点？那当然是冲凉房洗冲凉房和卖厨房整好它咯。看到自己日夜相伴的家如此破旧不堪，杂乱无章，阿斯渴望改变但无从下手，希望我们接下来的改造能够重燃他对生活的热情。他能听能说。你好。 Hello。 Hi。 你好。 Hello Hello Hello。 阿斯呢就是说他上次采访啊，他就说他也不想结婚的生子，就是怕他有那种遗传，他爸爸妈妈是他爸爸是为胃的问题走的，他妈妈是糖尿病问题的，他就怕以后结婚之后小孩子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嗯，他就说不想结婚。嗯，就算自己愿意办不介意，他觉得不想结婚，就想自己一个人独自过完自己的下半辈子。从刚开始的破旧不堪到后面的焕然一新，阿斯的家庭改造不仅改善了生存环境，也同时改造了整个人的后半生的生活状态。有趣的是，最后合照的时候，因为怕自己把沙发坐脏，还专门拿着一个报纸垫上。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他对新家的热爱，他未来的人生状态一定会越来越好。第三家的老人是一位87岁中风的叶老伯，他中风之后没有停止对生活的向往，他从刚开始用塑料椅子当把手，突然从门口一路上到厕所需要20-30分钟走走停停，但是当适老化扶手和防滑地垫加入之后，整个人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他开始独立上厕所做运动，这些看似对中风患者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是通过这些适老化的改造，他的生活变得更有尊严更有质量，闲暇时间开始用黑豆做抓力训练，这都是适老化改造带来的一些改变。这次参加的佛山适老化项目工程让我感受到，适老化改造不仅是装一个扶手一个防滑地垫那么简单，更多的是传递一个全新的生活理念，让国人们意识到给长者带来不一样的晚年生活是需要提上日程的一件事情。这两天走访的人们，有的是父母双亡，有的是丈夫逝世，女儿先天智障残疾，还有的是老人常年中度中风及无力等等。虽然如此，他们却依然着积极地面对生活给他们的压力，并且无限感恩社会给予他们的一切，这都是十分令人感动的，让人不禁敬畏人性的伟大。同时感谢认识到佛山这么优秀的合作团队，可以一起在未来的一年中改造佛山本地的几十个家庭，把预想变成可能。那就让我们一起相信发生。